在来哥那边铁板烧威玛，有我们帅哥老板阿烈。你好，我叫阿烈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烧威玛跟我们一般在夜市看到的烧威玛不太一样哦。看，根本就是汉堡啊！这边有三种口味，然后是南洋风味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这个肉是有加什么特别的香料腌制的吗？我们这个是属于是南洋风味，大约有加一点南姜香茅，大约十种香料。哇，有十种香料这么多，所以应该要腌很久吧？大约一天。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哦，一定很入味。上面还有加整整一大片的cheese片呢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看喽。里面口味很特别，而且料好多好丰盛哦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还有加一颗蛋呢，根本就是物超所值啊！这么大的杏仁夜市，要怎么找到这一家好吃的店呢？老板，在我们二号路口进来第二摊。二号口进来，马上就可以看到了。是的，大家一起来吃吧。